如何做一位优秀的情人？首先，你要有一张美好的皮囊。啊，这美丽的卡姿梅大眼睛，这闪闪发光的高光鼻梁。不枉我上了整整五层，今天我就是人间最闪亮的烟火。哎呦我操！其次，你要有傲于常人的谈吐。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小明啊，你知道下句吗？我不知道。不过您知道，今年祖父的年龄是小明年龄的六倍，几年后祖父的年龄是小明的五倍，又过几年后祖父的年龄是小明年龄的四倍，那么今年祖父的年龄是几岁呢？ What？ 再次，你要有非同寻常的胆识。陆老板，您的小明宝贝已经到了，快开门，快开门，快开门！陆永峰，这是你的谁？你说呀，你说呀，老公，你说。您好，我是物业来查水表的陆先生。行会行会，快请进。最后，你要有高雅的爱好。一伤害，一伤害，你是个。我没有，水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做到这些，你的金主就会对你说：“王明，我破产了。”什么？你破产了？如何做一位供养破产金主的优秀情人？对不起，您搜索的问题不存在。and 狼山工作室联合制作，猫耳 FM 独家播出，大王叫我来飙车原著广播剧有所喜剧，敬请期待。下班了下班了。对不起，您的新年任务还未完成。汪明协金猪爸爸给您拜年啦，祝您生龙活虎，龙行虎步，虎头虎脑，虎啸风声，虎背熊腰，虎虎生威，虎年大吉。